迷你世界冰块最稀有时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臭豆吗？我的天哪，这只岩手杖竟然拿着冰冻棒，天理难容啊。岩大帅哥，我喜欢你手上的棒子，你能不能把它送给我呀？又来一个，你是今天第108个问我要冰冻棒的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，谁让你们人类天天欺负我，我是不可能送你的。别呀别呀，只要你愿意把冰冻棒送给我，我今天随便你怎么打都行，怎么样？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要把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全都发泄出来。没问题，不要因为我是美女就怜香惜玉。啊，表姐被野人欺负啊，可恶的臭野人，别欺负我家表姐，给我消失吧。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小妹妹快住手，别打他。我真的是哭死了。野人大哥，你嘎吱先好歹把这冰冻棒给我留下呀。妖精，你是不是被野人打傻了？我救了你，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感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这全世界最值钱的武器冰冻棒此刻就是我的啦，都怪你一拳打碎了我的发财梦。什么呀，原来你想要野人手上的冰冻棒，早说嘛，我这里有的是。我去，原来小表妹是大富婆呀。刚才多有得罪，小表妹你大人有大量，送一根冰冻棒给我吧，以后我愿意当你的炮灰，万死不辞。没那么严重，你想要冰冻棒我给你就是了，又不值钱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哦耶，冰冻棒是我的啦，你和我小青龙就是迷你最有钱的富婆了。我操，太好了。不至于吧，看来表姐被野人打得不轻啊，刚才动手消耗太多力气，肚子都饿了，不如用冰凌做个陷阱抓动物吃吧，说干就干。什么情况什么情况？我去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冰凌就这样摆地上，要是不小心踩断了多浪费多可惜啊。你没事吧，不就是几块冰凌吗，又不是黄金钻石，断了我就再用冰块制作一个不就好了。别别别，土豪别再浪费冰块了，要是你没有武器打怪，我愿意用我身上所有的装备跟你换冰块。你竟然用无尽剑跟我换冰块，行行，这些冰凌全都送你了，合作愉快。哦耶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些冰块，以后我就是迷你最有钱的仔了，我要住别墅，天天在家里吃山珍海味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几个冰块也能让他高兴成这样呢，奇奇怪怪的，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这不赚了。要是再来一点这样的人就好了。哎，说了那么多，我都还没吃上东西呢，摘个果子配点冰块做成水果冰沙吃吧。冰冰凉凉的真是美味啊。快住口，你在吃什么东西？你知不知道用冰块做成食物是有多奢侈，简直是在暴殄天物。我去，怎么又来一个，不就是一个水果冰沙吗，怎么就奢侈暴殄天物了？我的冰块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难道你就是大家口口相传的顶级富豪？你有很多冰块吗？我有冰块是没错，但我不是什么顶级富豪，你认错人了。富豪别谦虚啊，我身上这些食物全都给你，只求你能施舍我一份水果冰沙。不是吧，这么多高级食物，你该不会是看我只吃得起水果冰沙，故意过来炫富嘲笑我的吧？不是不是，只要你愿意把水果冰沙给我，别说这些食物了，就算是你想吃我，我也愿意。Oh, no. 停停停，我没那么可怕，我就是一点水果冰沙嘛，送给你了。哦耶，谢谢富婆，两杯水果冰沙我能卖他2亿了。哦不，起拍价20亿。又疯了一个，这里的人也太奇怪了，吃口薯条压压惊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进个房子住下吧。我的天哪，这谁家的房子竟然用冰块做的，也太豪华了吧。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啊，是冰块哪里豪华了，又不是钻石做的。钻石？钻石是什么垃圾啊，烂大街的东西乞丐都不捡，冰块才是最值钱的，这一栋别墅保底价是100个亿。什么100个亿？你蒙我的吧，为什么你们这里所有人都对冰块这么感兴趣？冰块很稀有吗？当然了，因为人类乱丢垃圾乱排废气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，冰川融化，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冰块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的背包里还有一堆冰块，所以我就是这个世界最有钱的富婆了。